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但我还是很喜欢你，根本就不放。渣男！哎，苏木，不赖他，都是我宠他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样？看来最近压力是有点大呀，我得带你放松放松。啊，王总，您这是刚游泳回来呀？是啊，是。哟，王总跑步过来的呀？对。